这位下一位气场非常的强啊，非常的强。咱头段拢是迄个台湾number one，对，咱过来继续是啊红人榜诶，红人榜诶哦。好，其实这位有号称，开玩笑的啦，嘉义陈磊哦，他本身也是宝妮尔国际公司，还有真理里美妆网，谢谢。哎，这个董事长。蛋诶蛋，伊讲会做金甜话啦，心脏你要提下去。我好像可能要吞两粒啊，吞两粒。咱家己乡亲吼，啊，即马来钓我吼，啊，恁爱听恁来听着哦，唔好得走哦嘿。哈哈哈。今仔日哦，我唔知今仔只英雄。人遮侪吼。对啊。安尼哦。啊，佮拢咱只红人榜来。是啊，红人榜加一个啊，台湾number one。因为咱个讲我们家己陈台要来啊，其实吼。哎，冇见来，你先讲。所以说，大家拢楼顶招人，甲阿母招阿爸出面招隔壁，大家拢招来，你要看。冇对，谢谢。我讲吼，你起码只紧张，你其实蛮免紧张。你刚才唱的时阵吼，主任都有一半的人会无语，伊要去放尿。我笑，开玩笑，我要对唱诶。好，没啦，开玩笑，因为那个啊热心公益哈，其实大家都是啊一点点的心力而已，对吧？付出那一点点时间啦，哦，这开始重点，重点为讲咱这个啊捐献箱，嘛希望看有啥有问题啦。落地，落地蛮紧。哎，是，咱大家爱心，我们爱心都是咱这世界和平会，还有国际会，光过年哦，还过年的粉丝群，杀青票，杀青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哎，感谢咱啊，他恁来听了哦，嘿，啦，工作好听，所以这条歌代表伊心声，太勇敢啦，勇敢，勇敢，来，播一下，来欢迎，播一下，嘉义陈磊，来，多多。来三千啦，嘿，跑声三千的跑声进来，三千块跑声无敢看。有天来做，
前途一定风花落转，龙眼窗，泰山不怕虎胆，勇敢来承担。谢谢，大家鼓励，大家来做爱心哈，谢谢。谢谢，咱嘉义的陈磊，感谢您。来，心中的，去看嘛，应该他要跳起来。